早上好，快起床。你没发现我比以前更帅了吗？外甥打灯笼照旧老样子。什么？你说我和以前一样？这是污蔑我的现象权，我要找出证据，你要承担责任。看这个，我三岁的时候不一样吧？可这个我两岁的时候不一样吧？妈妈都吃什么好东西了，长这么胖？阿姨那个时候不是因为偷吃东西才发胖的。那为什么会长这么胖？去问阿姨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妈妈，妈妈！啦啦啦啦啦！今天的天气真美丽，灿烂的阳光照大地，照暖了房间，照暖心，忧伤都飘走留欢喜。啦啦啦啦！妈妈，你是不是偷吃陈小鱼的东西了？陈小鱼净胡说。妈妈怎么可能偷吃陈小鱼的东西呢？啊！妈妈，你不要撒谎了，我有证据，这是什么时候照的？如果妈妈不是偷吃了好吃的，肚子怎么可能会那么大呢？哇！那是妈妈最幸福、最快乐，也是最艰辛、最痛苦的日子里照的相片。妈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么胖，肚子那么大呢？那是因为肚子里有你呀。那妈妈你究竟是怎么把陈小鱼捉到你的肚子里面去的呀？哎，小鱼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妈妈辛辛苦苦怀了你十个月，你才出生的呀，多不容易啊！小鱼，你来看看这个呀，就是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那个样子。
照的照片。啊？啊，这个嘛，就是在妈妈肚子里啊。啊！哎呀，医生，我老婆怎么呕吐的晕过去了呀？我们正在检查。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，老婆呀！都怪我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她送到医院来体检呢？要是大人和孩子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？你说什么？妇女怀孕初期应该尽早到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孕期保健，遵循医生的指导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是说我老婆怀孕了，是真的吗，医生？怀孕早期在3个月以内应该进行一次体检，怀孕期间至少要检查5次，可要记住了。那我老婆她，你妻子现在因为过度紧张和恐惧出现了暂时性休克，目前已经没有大碍了。但是这对孕妇和胎儿都是很危险的，所以要住院观察。我要做爸爸了，我要做爸爸了，太好了，他要做爸爸了，是真的吗，医生？你告诉我。老婆呀，我算了算，我们应该到医院去做检查了，顺便住院嘛，好不好啊？啊，老婆，行吗？别耽误了啊，听话，老婆。啊，住在医院里多闷呢，不如住在家里好。再说了，医生不是说初期进行一次体检，怀孕期间检查5次就好了吗？所以，哎呦，医生是说怀孕期间至少要检查5次，我们得多多检查才能放心，才能保险嘛，你说是吧？我都已经检查过10次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老婆？快告诉我。都是你气的呀，宝宝都生气了，一个劲儿的踢我。啊，那我听你的，先不去住院了，我听你的。啊，我想喝点葡萄酒。哎呦，医生可说了，孕妇不可以抽烟喝酒，要避免接触农药，以免出现胎儿发育畸形或者生长发育异常，否则会出大事的。老婆，你就先忍忍吧，别喝了，好不好啊？啊，逗你玩的，就给我拿一个苹果吧，去吧。哎。嗯，哎，老婆，你的检查项目有没有查血糖啊？查了没有啊？有问题吗？啊，快告诉我，那肾脏、心脏、血管、神经啊什么的都检查过了没有啊？没有问题吧？啊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都是你带我检查的呀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啊，问我。我是怕万一检查的时候忘了什么，身体出现病变，那会威胁你们母子生命安全的。我是为了你们考虑嘛。哎呦，我肚子好疼啊！啊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快叫车呀！啊，好。哎呀，啊，老公，快点，我肚子好疼啊！多亏有医生的帮忙啊，我的儿子才能这么顺利的降生，谢谢谢谢，真是太感谢了，医生。不用谢，谢谢谢谢，不用谢。其实你们应该在临近预产期4到5周时
就做好住院的准备呀、啊。我老婆以前呢是嫌医院太闷了，看来还是早住院保险呢。是住院所需物品都准备了吗？像母子健康手册、孩子和母亲的衣物、洗漱用品等等。啊，准备好了，全都准备好了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晚期出现不规律腹痛、腰酸及下坠感时，要及时到医院待产。分娩是母子生命攸关的重要时期，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回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了陈小鱼付出了多少艰辛了吗？啊，我的乖儿子。嗯啊，我知道了，爸爸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对爸爸妈妈好的。我们家小鱼真乖。哎呀，妈妈，这个给我用一下哦。哎，小鱼，你要这个干什么？当然有用了。阿杰，你看看。我小时候是长得这个样子的、我现在是不是变帅了呀？是不是啊？变帅了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说嘛，很帅是不是啊？我就知道我变帅很多。